会泰 h o ạ 莫 n 道王刚，有个事情需要请教你。不用客气，你说。公司需要出差去上海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买火车票。在中国，我还没有坐过火车。没问题，很简单，买火车票你可以直接去火车站。 告诉售票员你去哪里，哪个时间段就可以。是不是还有网上购买的方式？在中国生活现在这么方便。是的，你可以下载中国铁路一二三零六，先注册，然后根据提示购买合适时间地点的就可以了，特别方便。谢谢，我去试一试。

铁路下载提示。